我们今天课程从74页94句开始，我们进入第二个大项是齐家的部分。当然进一步第三个单元呢是治国。大学也说啊，齐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知。所以这个齐家是治国的基础啊，没有这个基础，不可能说可以帮忙治理国家了，治理团体了。近处不能感动啊，未有人及远者。小事不能调理啊，未有人治大者了。自己的亲属都不能团结起来，那更远的就更不容易了。这个是格言联璧里面都有提到的观念。一家子弟不能教诲教训的好，就不可能可以教导他人。那我们在齐家这个部分，首先是甲治家之道，乙呢是孝悌传家，当然丙是夫妇和顺，家和万事兴，和顺为齐家之本。因为我们最近在课程当中也都在谈物本，君子物本，本立而道生。我们不培养出一见到事物就能观察根本的一个习惯呢，那可能我们去负责的事就变成本末倒置去了。你看，丁是交子之方，治要没落交子。一个家庭最重要的把下一代教好了。所以皇帝登基第一件大事就是立太子。这些做法都有它的道理。你没有承传之人那等于这个国家团体就断到这里了。甚至于你没有安排好，你看以前的这个朝代，你没有太子选好，突然皇帝驾崩了，这整个国家就混乱了。有没有哪一个朝代是没有立太子，皇帝突然驾崩混乱的？有。记不记得哪个朝代？大家都想不起来，代表大部分呢一开始都会立太子，是吧？他不立呢，旁边这些大臣铁定叫他立。好像有一个故事啊，赵抃跟范增。北宋的臣子结果这个王安石跟这个被这个范增给他批评了，上奏了，他就对这个王安石对这个范增就很有看法。然后这王安石就是这个用心都不好。王安石就观察，这个赵抃跟范增两个人关系也不算太好。结果有一天皇帝就问王安石范增这个人怎么样啊？王安石说，赵抃对他最了解，你去问赵抃了。皇帝就是问赵抃了。
赵便说了，赵便就是赵月到焚香告地呀、啊，《了凡四训》那个赵月到就是赵便的，那也是一代名臣啊。你看光明磊落的啊，每一天不敢做的就不敢向上天说的就不敢做了，焚香告地嘛，每天都是这么做。啊，结果赵便说，范增忠臣啊，哇，你看这之前仁宗身体不舒服了，还没有立太子啊，啊，他短短的时间上奏十几封奏折啊，头发都白了，当然是忠臣了、啊，结果后来。皇帝问完啊，这个王安石就很不高兴啊，跟赵便说啊，你不是跟他处的不是很好吗？这个赵便说，这个皇帝问我这是公事啊，我怎么可以以私废公呢？哦，好哦，所以这个你看，假如这个皇帝不立太子啊，这个重要的臣子铁定是要提醒他。好，哦，那这个是教子重要啊。哦，那诗书为起家之本啊。啊，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啊。啊，所以得让下一代读书才能明理啊，才能知怎么做人做事了啊。物呢是择友而交、哦、这个交朋友也是大事、哦哎、你们成长过程父母有没有常提醒你们交友的问题、哎、这个交朋友啊，给我提醒最多的反而是我爷爷呵呵、哎啊、你看不识字哦，可是这些人生道理啊，都很懂、哦、这个就是无形中啊，社会、家庭，尤其家庭的长辈，言传身教传，你不识字也懂道理的。好，己呢是立身处世啊，应该是哪些原则啊？这个都要承传下去啊，这都是家道。好，我们看这个治家之道的第一句了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大家可以想到谁啊？孔子啊，孔子为代表，2500多年传到80几代了啊。哎，这个家族啊繁衍的很昌盛啊。还有呢？范仲淹，所以印光祖师最推崇的其中就是范仲淹了。你们有没有查过自己的家谱啊？哦，我有去查了一下啊，这个查自己是泉州靖章后湖村的。哦、所以回去的时候呢，那个祠堂就是皇帝赐的家庙。哦，那代表上面有当官的蛮成功的人。哎，我查了一下，好像祖上是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啊，编《四库会要》啊是纪晓岚。啊、哦，那监呢？一个是编的，上面还有人监督他。哦，哦，我们上面推上去有两代帝师啊，皇帝的老师，其中一位呢，就是监《四库会要》啊，《四库全书》编辑的。啊、哦，那个庙我还进去拜了。啊、哦，走进去的时候觉得头皮发麻。啊、哦，所以大家都要认祖归宗。
所以我对于这个老和尚说的佛菩萨加持啊，祖宗安排啊，这件事我很有体会。你包含我们英国汉学院的英语汤恩比教授最佩服的是宋朝。他说假如有来世我必在中国。你看他对中华文化那么热爱。结果你看英国汉学院盖在英国，他是英国人。他最佩服宋朝，这整个因缘一开始赵氏公会邀请老和尚到英国来，然后在上议院演讲，题目众神一体，宗教一家，有十几个宗教代表参加，赵氏公会邀请老和尚来的，做了这样的安排，他们跟这个英国高层呢都有交情。然后呢是赵燕霞博士啊带老和尚去见带修士校长去见老和尚的。然后第一届预科班的班主任赵小龙老师你看都姓赵。你说这是巧合吗？关键的人你看宋朝赵匡胤创立的。然后一开始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我们现在同学姓孙的好像。有几位了佳美也姓孙嘛。宇昂要加油你们祖先派你们来。你看一开始也是钱先生他们来负责这些行政的工作，他们都有人生的阅历。你看李烨老师也是一开始就来了。周顾院长周吴我们大饭店不就是董事长在支持。然后这个香港会长姓王。这是前面八个。那还有两个姓氏，一个姓蔡，一个姓陈，来了。为什么？孔子在陈蔡绝粮，所以祖先派我们来赎罪。远思扬祖宗之德嘛，近思盖父母之谦嘛。父母祖先有过失啊，后代子孙要帮忙，能够化解。所以我们一开始厨房里两个大厨，一个姓蔡，一个姓陈。后来文居士来了，我说大家吃饭要吃出留取丹心臭汗青。文天祥的后代都来护持了，是吧？后来大厨的太太姓关，哇，伽蓝菩萨的后代来护法了，关公啊，伽蓝菩萨，是吧？你看大家吃这个饭不简单吧。要感恩的不少啊。好。很有名的了凡四训里面莆田灵寺有好母好善以粉团施人。这个典故大家应该都知道啊。了凡四训很重要，多学习啊，不只对自己有帮助啊。你现在遇到的这些人事的问题啊，里面都有很好的教导，都能解决。你们假如现在有个人际事情处理不了，读了了凡四训读一遍还解决不了，可以找我。我有这个信心。这部书一定可以解决。包含你把弟子规读一遍，保证里面有答案。假如还不能解决也可以找我。一定要找我，不然我这句话就讲不对了。大家也要护持好。
承德哈、哦、啊，因为这个讲错一句话是不好玩的。哎，好，那这个老母亲呢，很有爱心，布施很多人。有一仙化为道人来测试他，啊，给他拿，每次人家是来拿一个，他拿六七个，拿了几年，三年没有一天没来拿，他还是欢欢喜喜给人家。哎，这个故事我们听到这里有没有想？我最近有没有这个哪个同学给我吃零食吃的我，啊，有点。哦，还是，吃的自己还是很慷慨哈、哦，这个说不定他是道人化成啊、哦，来考你。那、哦、我们今天假如遇到这些人事境缘有点扛不过去了，就转个念头，他可能是极乐世界化身来成就我的道业的啊，保证你这个念头一转呢。可能烦恼就减了不少了，有没有可能啊？很有可能哦。哎，人家刘淑云老师，就是他先生，就是来把他磨成就了，他就走了。好，这个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包含大家都熟悉的四支堂啊，杨震。其实是他的祖上啊，这个杨宝很有爱心，救了一只黄雀啊，结果这个黄雀有来历啊，好像是尉迟敬武还是啊底下的人，就赐给他四个玉环啊，玉环就清白。说他以后子孙很发达，后来他的子孙四代都做到皇帝的老师，四代三公啊，杨震啊，杨震、杨赐、杨啊，丙赐标啊，杨震、杨。丙啊，杨赐、杨彪，四代三公啊。那假如我们以对比来讲呢，宋朝初年啊，我们学习过的曹彬非常仁慈，他的孙女都做到皇后。跟他一起的时代，曹汉、屠城，同样是武官，结果差很多。这个曹汉呢，后代都变成乞丐了。所以这个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这个就是一个对比了。啊，前一阵子、啊、还有在一呢和珅呢、啊、为榜样来学习的说法，哦，说他你看他吃得开啊，人际关系这么厉害啊，啊，大家觉得。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啊？啊，你学他的方法，最后会不会跟他的结果有点像啊？哦，所以和珅也是近代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哦，因为和珅死前三年呢、啊，他的小儿子、孙子、妻子、弟弟啊，都相继去世了。啊、哦，他的大儿子啊。36岁就染病而死、哦、所以和珅的命运是断子绝孙呢、啊、这是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哎、你拿国库的一分钱呢、啊、冤有头债有主、啊、欠谁啊欠全国人民啊中国是上亿人啊几亿人哦哦，所以深信因果、啊、不能干这样的事。好，95句啊，
彖曰，啊，这个彖传上说了啊，家人卦，啊，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啊，这个女子居于家内啊，相夫教子，男子守着正道，处理外务。啊，因为他承担的是经济重担啊。我们看一下99页。啊，来呼应一下这个。男女有别啊，别在分工上。啊，婚礼者啊，这个我们中华文化是礼乐教化，所以这些礼其实都很重要。缔结两个不同姓氏的家族交好，所以江河两姓之好呢，也是优生学，关系太近了，容易会有遗传病出现，这个几千年前老祖宗就懂了。那婚姻的意义在哪里？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祭后事也，故君子重之。对上来说呢，奉祀宗庙祭祀祖先其实是尽孝道了。对下来说是传宗接代，承继香火，把这个家道继续往下传，承先启后，继往开来，这是我们对家的本分。进一步呢，对社会国家也要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也要有这份责任在。所以你在单位当中，你要为单位多发掘人才，培养人才。我们看历代这些大官，他都不忘推举人才。你看，连林则徐先生，你看他禁鸦片，救国家于危难，最后结果是什么？被贬新疆啊！他也没有怨言，在贬的过程还不忘举荐了好几个人才。这个都是让我们很敬佩的地方。当然从制度上啊，制度配套是什么？一个官员他的政绩啊好不好，第一个考核条件是什么？举荐人才。你们不知道吗？你看这些你们都要懂啊。所以汉朝有举孝廉呢，举荐人才叫举孝廉，哇，这个用得好了。什么是人才？孝，孝它就有德的基础了。不孝德之本也嘛。廉呢，廉洁，它有办事的根本。廉者，政之本也。廉洁是办政治的基础啊。所以那我们对团体、对国家，乃至于对传统文化佛门呢，我们也都要有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责任。那这个男故君子重之了，所以君子十分重视婚礼。当然这个君子也可以延伸到你一个地方的父母官或者皇帝，甚至于你一个家族里面以前都有宗长，他一定重视这件事。好，那
男女有别啊，而后夫妇有异。所以我们刚刚说的，男正位乎内，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这个是分工。那是阴阳属性啊，男是阳刚嘛，阳刚在外打拼啊，女子是柔和啊，在内这个照顾老人啊，教育小孩，这是一个原则啊，因为女子毕竟呢，怀胎十月，她跟孩子的那种感情很深呢，所以一个母亲假如说她的孩子之后不懂事不听话，你说这个妈妈能安下心吗？哪怕这个妈妈现在是董事长总经理看到孩子不成器她还是会很难过的，那是她身上的肉啊。那我们也遇过夫妻有商量好他太太事业发展机遇比较好两个夫妻商量好丈夫照顾孩子，妈妈经营事业的是有比较不多那我们现在普遍呢男女都在工作的父母都工作的那我们先不评论对错我们就看结果。请问大家，现在我们的后代一代比一代强还是一代比一代弱？这是我们可以客观对待的事情。假如一代都比一代弱，那人的未来在哪？你这个你不能不考虑。好，你说两个人都出来赚了，请问人现在是越来越快乐还是越来越痛苦？请问人现在身体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差？你说那这个跟工作有什么关系？大有关系哦。古人说的病从口入啊，那两个都出去赚钱吃啥？都吃外面。对呀，所以我们这一两代人啊，要放慢我们的角度了，不要冲那么快啊，到底方向对不对啊，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了。承德身边包含自己叔家的大姐她也是选择做家庭主妇啊，可是该是他们家的财富也没少啊。包含认识那个王老师他生四个孩子都是自己照顾的。他当时候决定了，因为他大儿子才两岁了，他硕士毕业了，而且生化科技的，那找工作太容易了。但是刚好遇到老和尚的经教了，还有印祖的教诲了，天下太平之根本了。然后跟先生商量，做什么好事也不能强势嘛，是吧？他先生也同意，当然他先生也很爱孩子，一开始这么调整呢，经济拮据啊，也是不容易的。过了一段时间呢，他先生收入啊就越来越好了。这理得心安呢，有时候理不明啊，在抉择的时候特别难了。那你一抉择，你整个人生的方向就出去了。对不对啊？就差很多了。所以人生最难的不是奋斗，是什么？抉择啊！你抉择错了，努力都白费掉了。
哦，那这个也是一个例子。哦，该是你的跑都跑不掉，不是你的强求不来。哦，好。哦，所以这个分工之后的这个发展就很重要了。啊，你看男女有别啊，而后夫妇有义。啊，因为分工各尽其责啊，夫妇之间互相感恩就有道义了，互相体谅，哎呀，丈夫在外啊很不容易啊，压力很大了。哦，那先生觉得哎，太太在家，哇，这操持整个家太辛苦了，就互相感恩，那就有恩义了，有道义了。啊，你现在两个人都赚钱了，你能赚，我也能赚了，甚至于夫妻之间还在比谁赚得多。哎，好，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离婚率也很高哦。这些结果啊，再想想古人的一些考虑啊，还是有它的道理在哦。哦，那当然，我们理上是这么讲，事上都要根据实际情况啊。但是你很清楚啊，人生的轻重缓急取舍，然后你往那个方向去迈进，你不能执了这个道理了，废了实际的情况啊。哦，哦，所以我跟大众讲话都要先补这一句的，你要试你们家实际情况，不然有人一听完回去辞掉工作，他们家全跳起来了，我就阿弥陀佛了。我现在要谨防我不杀伯人，伯人因我而死的情况，我这讲话不容易的，你有时候听的人听偏了，听重了啊。你不补一句啊，他太激动了，哎，好，哦，所以这个啊，夫妻啊，家人之间呢、啊，做重要决定了，还是要充分沟通啊，啊，表示尊重哦。哦，那夫妇有义啊，而后父子有亲了，啊，因为你。夫妻之间有恩义情义啊，相处的融洽，就给后代榜样了。哎，怎么互相敬爱啊？那这个父子啊，才能亲爱和睦了。哎，这一点大家应该还记得，老和尚回答，昆士兰大学那些专家啊，你们要化解冲突，促进和平啊。就跟中医治病要先找到病根了，病根在家庭了，夫妻不和了，啊，夫妻和了，后代就出人才了，啊，父子有亲了，啊，父子有亲啊，而后君臣有政，啊，因为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哦，所以君臣有政了，啊，故曰婚礼者啊。礼之本也，啊，婚礼是礼的根本，啊，其实也是整个社会能不能安定的根本所在，能不能出人才的根本所在。你看古人一些句子，而后啊，代表什么？你没有前面就没有后面嘞。所以这一句话够分量了，现在社会的问题都在里面有答案呢。你说现在官吏的素质不够，问题在哪？父子没有亲啊。父子为什么没有亲？夫妇没有义啊。夫妇为什么没有义？因为男女没有别。啊，好。当然了，你现在要跟人家讲哦，人家也不一定能接受了，但是你呈现出来很好的结果，人家就会思考了。哦，所以为什么请大家思考一下，你在这个时代啊，你要表什么法出来？
你要做出什么榜样，是这个时代特别需要的。好，所以男女有别了啊啊，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天地之大义啊，这个是啊天地间的义理了啊。那进一步讲了，家人有严君焉呢，家庭里面有严明的君长哦，指的是谁呢？父母之位也，所以父母也是君哦，坐之君，坐之亲，坐之师，老和尚有这个专题，大家应该听过吧？你看老和尚，我们一般听到人家无奈呀、吐苦水呀，可能我们也受他影响，老和尚遇到人家在讲这些人生的困境啊，好像生智慧，差别在这里。因为听到这个当领导的啊，员工不好带啊，当父母的觉得孩子不听话了，当老师的觉得学生不好教了，老师说，那你要做到君亲师。这三个精神你都能做到了，那下属可以教好了啊，学生可以教好，孩子可以带好了啊，你不能偏一个精神啊，你只爱护他，你没有以身作则，你也没有教导他，那不行啊。你看当领导的啊，你也没有爱护他，把他当亲人，该教他你也没教他，那这个也做不好领导。那大家想一想，君亲师的精神在哪？我们这里讲严君呢，君第一个以身作则了，再来大公无私了。现在跟你们讲太多这个哦，我看我还得悠着点啊，因为你们现在不是很有情境可以感受啊，我遇到一个家庭四个孩子啊，一般呢都会比较疼老幺，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我看纯远笑了，他应该比较认同啊。他们家好几个孩子你看古人在分析事情很厉害啊。一个孩子一两岁的时候啊，超可爱的是吧？四五岁了开始东碰西碰了，哎呀，真讨厌啊！你可不可以停一停啊？所以你看老大四五岁了。当然老二可爱了嘛，是吧？老二四五岁了，当然老三可爱了嘛。那请问大家，最后一个人谁跟他比？没人跟他比了。所以那个小孩可爱的影像落在父母的记忆当中，难免就对他比较偏爱了。讲这段话的目的是什么？提醒当父母的人，我们也看过很多亲子交心的一个节目，就有这些节目安排，都有孩子讲出来了，就突然我弟弟来了，你们都没有顾到我的感受了，所有的目光通通在他身上了。一下子本来他是三千宠爱于一身，所有目光都在他身上，突然间全移过去了。你说他才几岁啊？他怎么能理解呢？所以古人观察这个真的是有道理啊，要用平等心去对待每一个孩子。这一点我是首先感谢我爷爷奶奶是做得很好。
不然我是有极好的条件的，啊，变成被宠了，啊，差点用败家子称 说了一下，有点用力过猛，好，那我这个逼到这个四个孩子的家啊，好，他那个老三呢、啊，有一天讲了，啊，他那个表情都很有意思，他说我妈妈偏心了，啊，我弟弟说要去上厕所呢，他就给他15分钟，我说要去上厕所，他给我只给我10分钟。哎，他这一些情绪抒发不了，会影响他的身心健康呢。你说这都是生活的细节，当父母的人不够细心。嗯，好，哦，所以这个大公无私啊，很重要了。包含你是领导者啊，你要会发掘下属的长处，怎么去培养他，知人善任。哎，这个用在家庭里面，你几个孩子，你也要知道他的特质，顺性培养他。哎，好，所以你这些原理原则啊，你可以用在当父母、当老师、当领导都是通的。哎，好，所以接着讲了。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其实就是每个人守在啊自己这个角色的正道上啊，这样啊，而家道正，整个家道就端正了。那这里面呢、啊，是提醒每一个人。要走在自己的正道上，守好本分，但是呢，不要读的这一句啊，变成要求别人。所以中庸说的，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啊，你们有没有遇过？哎，自己的角色做得很认真，哎，但是啊。家人也不和，家人对他抱怨也不少，这都有原因的。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啊，虽然你严于律己，你还有严于律人，你还在，哎，我是这样啊，你也应该这样啊，这样就造成不和了。啊，不求于人，啊、哦，这个训俗依规里面都有分析啊，人。轻易的会有一个态度出来，就是以自己的角度去衡量别人，是以自己的能力去要求对方。你说每个人的才性怎么会一样？哦，比方说这个父亲的数学天分特别高，哦，那他一看他的孩子数学成绩不及格拿回来，他会怎么样？哎，你看，你要不犯这个错都不容易啊！你得要明理了，你心才能安在这些道理上。嗯，所以《了凡四训》说：“勿以己之长盖人，勿以己之善行人，勿以己之多能而困人。”不容易。你说，不要说外人了，你家里人能够和和乐乐相处啊？都要很有修养啊！啊，你都要不去压人，随缘消旧业，不再造新殃啊！大家觉得这句话重不重要？你这些处事，你没有这样的一种涵养跟柔软，你说不再造新殃，不可能，连家里的人都有可能埋怨你。嗯，好。哦，所以正家而天下定矣啊，
所以家是整个社会国家的细胞啊，每个家安定了，这个天下才能安定啊。哦，所以家庭很重要的。哦，为什么那么隆重？那是对自己的家族跟社会最重要的一件事嘛。哦，而在家人卦里面呢，还有一个是上九。啊，他的这个爻辞啊，叫有福，威如吉中吉。那这个福呢，是指诚信，所以你看曾子杀智啊，这个故事就彰显当父母的人讲话要什么算话。我接触很多小孩啊，他们对父母就是会产生不服的，其中一个就是父母说话不算话。你就不能立性了。哦，这个易经里面都挑这些最核心的。有福，还有呢威如，你要有威，但这个威我们要解对哦。不是强势哦，是道德之威哦。哦，你看相曰。哦，这个都易经里面家人卦里面。这个威如之吉啊，有威严是吉祥啊。这个威怎么来的？反身之位也，是当父母的人常常能什么自我反省，他就形成一种道德的威严。哦，这个德育故事替篇啊，有一个谬童，他是大哥。父亲去，父母走了，啊，他很照顾弟弟。结果呢，他的弟弟弟媳妇提出来要分家，啊，都是他拉扯大的，还要求分家了。你看，在那个情境啊，他把门关起来了。哎呀，我读了那么多圣贤书啊，居然你看家庭里还搞成要分家了，这是我。修身有问题的，自我反省啊，打自己，要谬同自抓啊，自己责罚自己啊。那这一些本身是出于一种赤诚，所以就把弟弟的良心唤醒，弟媳妇的良心唤醒啊，因为人有时候一下子贪念起来，克制不住啊。但是有一个这个哥哥的德行这么好，又触动他的善根，可能就以前哥哥的好就都想起来了，哦，就后来就这个家就没有分了，哦，那他是反身，哦，那承德自己成长过程，哦，也有遇过这样的情况啊，哦，这个。啊，自己大姐呀，考大学联考没考上。啊，我父亲就很有耐性啊，一直鼓励他再考。啊，他也可以去读专科啊。啊，后来去补习班了。啊，有一天说眼睛不舒服。啊，打电话给我父亲啊，我父亲在上班呢。啊，然后说啊，明天我带你去看医生。电话一放，这当父亲的人还是不放心，直接就到补习班去了。结果去了呢，我姐姐翘课啊，没在。哦，我都很难想象我父亲在那种心情啊，真的是那个剧情是几番就是那个很让他意外的啦。你看他一个这么焦急的心去到补习班翘课，然后回到家，我父亲因为我都在场嘛，回到家的时候我都在场啊，我父亲心平气和地问他，你今天怎么没有去上课啊？
结果我姐恼羞成怒了，我本来就不想再考大学了，哇，都是你让我去的。其实我父亲都是找我们商量的，他从不强迫我们。可是人还是有时候恼羞成怒。结果这个我父亲面对我姐姐这样的态度啊，其实我都很清楚我父亲在劝我姐姐的考虑的。我其实是很感恩有这个机会跟大众啊交流这个家庭教育的部分。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会回想我很多人生的过程，没有这些缘啊，我不会想这些事想那么深。好，而且我深刻感觉到，父子连心，父母跟子女是连心的。啊，我父亲在跟我姐姐劝的时候，他也没有过来跟我们讲他的考虑啊，奇怪了。我在回想这些事的时候，我都知道。嗯，哦，然后姐姐这么一发情绪了，哦，我们本来想说这还得了啊，哦，会不会山雨欲来风满楼啊？是吧？哎，剧情更急转直下了。我那个情境我都记得啊，在我父亲的房里面，把我二姐两个人叫过来，哎，爸爸。还有什么做法你们觉得不认可的现在可以提出来。哇，那当下很震撼呢，啊。哦，这个是反身呢，啊，这种德行啊给子女的震荡啊终身难忘。嗯，好。哦，哦，那这个大家的姻缘也是很好。一般呢组织家庭的人都是可能是快生孩子了才开始学习怎么当父母。那大家20多岁了，能够都先积累啊，所谓凡事预则立啊，不预则废啊，你们以后都有这些角色要扮演。啊，相信大家都有这些积累，以后在家庭当中每一个角色都能行菩萨道，都能积功累德了。好，我们看96句啊。好，那这一句也大家都比较熟的了。好，那这里提到呢，这个学文的文是古之遗文啊，古人留下来的这些典籍啊。那当然这一句也是很重要啊，把我们整个学习的纲领抓出来。孔子一生所教导没有离开这些纲领啊，所以弟子啊，也就是学圣教的学生啊，入则孝，在家孝顺父母；出则悌，出外恭敬长辈啊，上师啊，接下来做人啊，言语啊，你看孔门四科都在这个句子里面呢。谨是做事要谨慎小心，信啊，说话要言而有信啊，跟人相处啊，处事待人啊，要泛爱众，博爱众人啊，而且要亲近仁德的人。好学近乎智嘛，那要向有德行的人学习。哦，而且你看这个亲人的重要啊，哦，佛门说，佛法无人说啊，虽智莫能解。所以你一定要依止名师，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不是一般学知识啊。连孔子子张问善人之道。子张问善人怎么修道，修圣贤之道，修大学之道。孔子说：“不见机，亦不入于事。”
见机是你跟着他的脚步啊，才能登堂入室。他来带着我们。尤其老和尚在十年因缘说他亲近李炳老，李老的身教就是他一生的榜样。所以这个亲人呢还是很重要。我们也观察在佛门出家人里面有成就的很多都做过侍者的。我们看近代孟参长老，他成就也很高了，100多岁。他是好像是虚老，都做过虚老的侍者，都清净过的，都是遇缘不同的。你看我们院长也福报大了，当老和尚的侍者那么多年，这种言传身教，你看老和尚在摄影棚讲经了，院长就可以坐下来听了，这个福报还是要修的，自己就没有那么大福报了。那实行这六事之外，有余力则学文，要学习典籍，子孙虽愚啊，经书不可不读。经书能开我们的智慧，让我们明理。当然这一句啊，重要的也是你要注重这些德行的实践。而你学典籍啊，也是更好的落实这六件事情。你不能读了书了，这最重要的德行你都没落实。那就铁定是长浮华了。97。那我们这个有些我们就带一下就好了。你看孝敬仁义啊，百行之首。它是品行当中啊，首也代表是最重要的。以这些德目为首。而且他们呢也是为人处事的根本立身之本。而我们看孝敬，他孝敬落实在自己的家族里，则宗族安之了，内部很安定了。仁义呢，他懂得仁义存心了，那这一方乡党啊都受到他照顾所以乡党也都很尊重他那这样的读书人呢，他就形成于内啊，名于外者也了。养成于自身呢，好的名声自然显扬在外那98这一句其实我们前面也提过了，就是要务本知为人子啊，然后可以为人父。所以我们自己要先是好的孝子了，你才有办法把你的孩子教好。知为人臣呢，然后可以为人君。你都没有好好为人臣，你怎么带下属为人臣？你自己都不懂。知事人者，然后可以使人。懂得如何侍奉人，才懂得如何任用人。所以一般很有见地的领导者，他栽培重要的干部都是从基层做起。这一点大家也要去体会。99句了。夫信由上而结者也呀。这个诚信啊，由上位者带动来缔结，那是最自然的顺势的故君以信训其臣，则臣以信忠其君这个战国魏文侯他跟管理这个森林的人约好了，
结果呢，当天呢，风太很大，旁边的人就谈到了，哎，这风太大了，君王你别去了吧。哦，他说我已经跟人家约好了，哦，所以他就这个迎着大风啊去了，哦，就取消，可是他也当面去了，不失约于人。哦，这是一个君王。啊，你包含你是父母官也是了。哦，你看我们看这个郭吉亭侯啊，亭后啊，等候。哦，这个郭吉呢，他一方长官呢，结果呢，他就遇到一群小朋友啊，哦，那小朋友骑着马，就是那个竹竿就来了啊，然后啊，他们就很欢喜嘛，大人，你下次什么时候来啊？啊，这个郭吉爷就说，哎，我哪一天哪一天来？结果他可能公事啊，在绕回这个地方的时候，早了一天，他就在这个城外的庭院下过了一夜。第二天才进城，就对小朋友这个信诺啊，他都守着。哦，这个老和尚也是这么表演给我们看的。啊，因为那个六合小院呢，以后大家去香港，我也在，我带你们去参观一下。哎，那里有很多老和尚一举手投足啊，给我们的教育。啊，就看到一个看到几个小朋友嘛，哎呀，很可爱。明天给你们糖吃啊！啊，一进到屋里，第一件事，先帮我把糖准备好，哎，就让身边的人先拿出来。嗯，你看礼敬，连小朋友都是不失信于他，很恭敬对待。好，哦，就是君以信呢，训其臣。啊，则臣以信呢，忠其君。哦，所以这个魏文侯啊，包含你父母官，这样臣民就会效忠于你。啊，父以信呢，毁其子；则子以信呢，孝其父。啊，这个曾子是个榜样。夫以信呢，先其父；则父以信呢，顺其夫。这个苏轼有个好朋友叫刘廷式，同一个时代的。他跟一个女子有婚约了，后来他去考功名，就考上进士了。结果回来啊，人家女方一想，哇，他考上进士了，结果我这个女儿瞎了。哦，那不行了，就给他解除婚约了。啊，这个刘廷式不愿意。结果这一户人家说，那我把他妹妹嫁给你可以吧？刘廷式还是没同意。哇，这个古人这个精神很令人佩服。啊，这个是真正为自己的信负责任，甚至也是为对方在着想。哎，后来他夫人，哎，大家可以感受到他那种对他丈夫的这种守信的佩服，生了两个孩子，两个孩子都考上进士，都很有成就。哦，所以天下这个天道好还呢。你是真心出去的，得的结果都是非常好的。哦，所以上秉常以化下，下服常以应上，其不化者，百位有一也。哦，啊，上位的依循伦常大道，啊，当然是以身作则来教化下位，下位自然会服从
肠道来顺应上位者，因为这个五伦十义都是性德本有的。那你处上位的人做到了，就触动下位者的善根了。啊，所以如此上行下效啊，还有不被教化的人呢，100个里面呢，找不到一个。所以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但恐诚心未至的。好，这个100句，行于寡妻，行是法，只以礼法相待。这个行呢，用老和尚的话就是，你要表法，你要做榜样啊。那这一整句啊，其实是形容这个文王啊，你看底下小注了，行法也啊，好，这个欲呢是智，文王以礼法接待其妻啊，然后延伸到至于其宗族啊，以此又能为政。至于家邦啊，好，那这个行于寡妻啊，我们看101句啊，具体的做法哦。你看，君子口无戏谑之言啊，言必有防。这君子开口啊，不乱开玩笑啊，他说话啊，都是有所。约束的，有所规范的，不会不尊重人，乱开玩笑，身无戏谑之行啊，行必有俭，自身的行为啊，也没有乱开玩笑，必定是检点谨慎，所以言必有防，行必有俭呢，虽妻妾。不可得而独也。这个独是轻慢不恭敬。因为他言行都很有规范很有德行啊。那妻妾是同事啊跟他最近的也不会因为亲近而对他无礼。虽朋友不可得而狭也。朋友再熟啊，也不会因为太熟而对他轻慢，他有一种道德的威严呢。是以不愠怒而教而教行于闺门不见欲而风声化乎乡党撰称呢、大人正己而务正者。盖此之谓也。这一句应该是孟子出来的。所以这个结论很好了。所以君子对家里不用严厉训斥。这个愠就是动情绪的。怒是怒斥的。不用严厉训斥身教就能影响整个家族。不用规劝告诫啊，良好的风气就能教化整个乡里啊。我们前面举的例子啊，你看许慎呢，许恒啊，包含这个新公义啊，这些官员啊，都是教化一方的。所以孟子中啊有称赞啊，大人正己而务正啊，圣贤人端正己身。身边的万事万物首先是人呢也会随着端正。这跟佛法讲的依报随着正报转。所以这个是行于寡妻。至于兄弟。扩展到给兄弟们做表率。这个找机会也要去给我们现在敬一学长
他博士论文就研究曾国藩先生啊，你看他多少家书都写给自己兄弟的家族的。以寓于家邦，那进而就是治理啊一家一国了。好，这个陈德还有想到啊，大家应该有念过《双纲签表》，欧阳修的。看你们表情好像没有读过哦。就《古文观止》里面呢，算比较有名的一篇文章了。这个欧阳修，他的父亲啊比较早过世，那这个这一篇一开始啊，都提到呢，他的母亲啊，谈论自己的丈夫。在里面可以感受到欧阳修母亲啊对她丈夫非常的敬佩。有几个点看出来了。首先她母亲嫁过来啊，这个饭桌上一有比较好一点的食物啊，她丈夫就流泪。济之丰不如养之薄也。你现在这些食物好人吗？自己的父母吃不到了，结果他的母亲就想，丈夫可能呢，婆婆刚离开没有多久啊，结果后来一观察，一生都是这样，他的丈夫一生都是这样。第二呢，他先生也当官了，然后呢，为一个可能是死刑犯呢，一直在找呢，怎么让他可以捡回一条命呢？找到最后没办法了，就叹息，就很仁慈啊，所以你看。就古人呢、这些读书人都是做到让自己另一半很敬佩的。我就可以从这些文章里感受到。所以大家现在学传统文化呢，尤其有我们男同学要看像这个古人看齐啊。那你看至于兄弟那个替篇好多家里700口人800口人，你看正连上千人，人家这一大群人的融洽，为什么？那正连税礼啊，平等对待所有的人，这个就是关键的。你看陈访白犬，那是狗嘞。狗被他们家的家风感动了，家里的狗有一只还没来，不开动啊，因为他们家的规矩就是这样。你看这些故事都很有味道。当然，狗的灵性确实也是很高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啊，再我们到24分再回来，好，谢谢大家。